今次咧就去意大利，第一站咧就去佛罗伦斯。我咧就买个 Europass 啦，就搭呢啲咁嘅火车，就坐呢啲座位啦。咁啊，通常我都会搭热气车，咁我喺嗰度瞓埋，咁啊悭翻啲酒店钱啊。咁罗马咧又俾咗个唔同嘅感觉，佢有自己嘅特色啦。睇书咧都睇过噶啦，意大利嘅治安咧就比较麻麻地嘅，咁所以大家去嗰阵咧就都要小心啲。好，咁下一站咧就去到罗马。
去到罗马，梗系第一时间去斗兽场啦。好啦，轮都轮到去最著名的比萨斜塔啦。
其实咧，比萨斜塔咧，我就去过两次嘅。咁呢次咧就好好彩，因为呢次去完比萨斜塔之后咧，咁啊，听日咧佢又话要封咗佢，因为个比萨斜塔咧要维修，因为实在太斜啦，有倒塌嘅危险。所以谂翻嚟都非常之好彩。上到上面咧，先至发觉到系好危险嘅，个斜度咧就比想象中斜，周围咧都冇栏杆围住，地下咧又好跣，人又多，咁所以行每一步咧都要好小心，避免同人哋咧就互相碰撞，造成意外。好啦，嚟到呢个景点咧，咁梗系要打下卡啦，因为都唔知几时会再嚟，同埋经过咗差唔多成个月嘅欧游啦，咁都接近尾声啦，都系时间同欧洲讲拜拜啦。